店内又没有一个用餐的空间，所以他只好蹲在那个顶阿咖就开始吃他的早餐。那在食用的过程当中，他其实有注意说旁边是没有人，哦，两公尺以内是没有人，而且是一个通风环境，也没有跟其他人交谈，那完全符合陈其迈市长指示的户外用餐原则。结果到一半的时候，警察就跑来找他，要他提供身份证，哦，那就直接开了一张违反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的，哦，开了他3000块的罚单。那当下他当然很纳闷，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交谈，他就是一个人躲在角落吃他的早餐嘛。哦，那结果警察跟他说，如果你有意见，你就到时候去找卫生局申诉。那事后他去申诉，但卫生局的电话打不进去啊，没有办法申诉啊。那第二个是当下的时候，警察有跟他说，哦，如果说你不服气的话，我帮你，哦，在这个我们登记的小册子里面备注是吃早餐行为，哦，到时候就可以申诉。那如果不是我们去调阅监视器，发现说，欸，他其实根本就离人群很远，然后就独自一个人在那边吃早餐，搞不好连申诉的证据都没有，那就被警察直接这样开了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这样罚单。那当然，对于做工的人，一天薪水只有1600块，那开了一张3000块罚单，等于是他2天的工资，欸，那又申诉无门的情况底下，如果没有证据，那是不是更多的人会因此这样受害呢？所以我认为说，警察在执法的时候要遵守这个整个防疫中心跟市长所布达的原则啊，哦，不要去滥权，去哦让后续的这个申诉程序落在人民的身上，哦，造成人民的民怨，那，啊，也造成行政部门资源的浪费。